真的，我这次看到罗琴，一直以为他是修道院来的。真的、啊，他就这样悠悠的飘过来，然后很典雅，这样甜甜的。罗琴可以变什么样子？好难想象哦。欢迎罗琴。你有剪吗？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后面。这是剪掉吗？还是扎起来而已？因为我以前头发很多很直，所以不能重量很重，不能变蓬，所以剪了很多才能弄蓬。剪里面外面？里外都剪啊，强度也剪。哦，你头发很多。对，以前难怪以前头发都很直。我想说，为什么弄卷呢？哦，弄卷了之后，你头发看起来太多了，就对了。弄卷之后就一下就直了，因为太多。哦，听说他在网络上吓了很多人。我们要求在大改造之前。人是不可以曝光的，但是他就是忍不住，他拿了一样东西偷偷的曝光，吓坏很多人。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你网站好不好？来，请看。啊，就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网友在我 Facebook 或者无名上跟我要头发，因为他们觉得我头发就是他们喜欢，然后他们说如果大改造剪的话要留头发给他们，所以我就拍了这张，想要给网友一个惊喜。就他们晚上一看是得到惊吓，不是惊喜。谁跟你要头发？假发店吗？是网友啊，都会问我怎么保养头发，或是怎么照顾，然后会说如果要剪的话要留给他们这样。我现在在偷看 monitor， 你不像罗琴哎、欸。我不像我。啊、好可爱哦！是不是老师还在适应？他像。以前直接讲，他以前像拍鬼片的，跟现在拍像拍偶像剧的，这真的真的，你完全不像罗琴哎，那个出来变好漂亮哦，谢谢，很好看，加油！现在你演唱中南美嘉的歌曲，欢迎罗琴。是中岛美嘉的《樱花纷飞时》，那这首歌我每听必哭，因为真的好有感觉，所以希望等一下我也可以唱出那种渲染力，然后可以表现很好，获得演唱会的机会，耶、yeah! ！要来哦。
琦，谢谢罗琴。我要麻烦森林老师讲评。但罗琴唱的还是蛮有感情，而且蛮有你个人的特色的。嗯，但是我一直觉得你的罗琴式的这个尾音的唱法，在日文，尤其这首歌很多副歌尾巴那些哇的那些字，真的显得蛮奇怪的，而且有些咬字会真的听起来觉得怪怪的。我觉得好像你这样的尾音的唱法，其实并没有办法适合所有的歌，所以。嗯，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再去开发其他的唱法，这个也是你自己可以回去想一想的问题。嗯，我觉得你今天唱的有点太用力了，就是对于这个歌或这个歌词来说，其实很多地方你不需要这么用力，因为其实到后面整个其实会变成平平的，比较没有张力。其实一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结束的地方，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再收一点的。谢谢老师。国华老师刚刚在看罗琴哦，其实有一点点不习惯，可是当你一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罗琴回来了，这就是罗琴，而且这首歌配上这个衣服，台上真漂亮，好好看。谢谢老师，好害羞，躲起来。他躲起来，新样子耶。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刚刚山里老师讲的，就是有点唱得太重了，所以有的尾音哦，你的抖会抖得很厉害，那这个歌的美感就会丧失了一点。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的处理细节啊，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以前那个真假音转换的时候那种细腻度要处理得好一点，这歌就唱得更好，好吧？嗯，好，谢谢老师。那么罗琴可以得到多少分数呢？请讲。我还是要恭喜罗琴哥，恭喜，然后谢谢罗琴，谢谢。